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蜂蜜芥末煮蚊子。今天呢，要来吃的这个是台湾早餐。然后我选的这次我吃的是即可即的。然后这个呢是鲔鱼蛋饼，这个是玉米蛋饼，然后这是萝卜糕，这个呢就是那个铁板炒面。想说选几样比较算台湾早餐店有的。虽然吃起来咸甜咸甜，有那个芋头。
好啦，我今天吃的这个台湾早餐，然后我今天吃的是即可即的，然后我觉得蛮好吃。好啦，我的影片就拍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就欢迎订阅跟按赞哦，拜咯。